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苑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第18届三星车险杯32强战的第二轮。那么很荣幸的今天请到了讲棋嘉宾呢是孔令文棋段。孔老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天苑围棋频道跟大家见面。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盘中国的陈耀烨九段和日本的小松英树九段的对局。这个孔老师，我想首先呢，我先想问您一件事儿，因为呢我们比较关心聂老师的健康，就是您的父亲最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应该算挺好的吧，还在治疗中是吗？对，治疗之中。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在这里顺便问一下孔老师。谢谢，谢谢。那么今天呢是这个三星32强战的第二轮。那么大家知道，可能比较熟悉一些的棋迷，他知道这个32强战呢是双败淘汰，也就是说呢，任何一个棋手在32强战当中是要取得2胜才能晋级到16强战，2败呢就被淘汰了，也有可能是1胜1败之后呢，第三轮再进行最后的殊死较量，那么最后2胜1败的那位选手呢可以晋级16强。今天我们先给大家选的这盘棋呢是日本的小松英树九段对阵中国的陈耀烨九段。那么昨天呢，陈耀烨九段呢是超10胜李世石九段，但事实上我们觉得后面那个棋可能也不太容易吃掉，你觉得呢？好像是他应该已经看清楚有火棋了吧，不然他也不会超十了。对，如果能杀到肯定杀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虽然是超10胜，但是陈耀烨绝对不能说是胜之不武的。好，那我们先来看棋吧。你知道？当然陈耀烨应该在中国很有名。是的。你知道小松英树吗？听说过吗？我当然知道。你当然知道是吗？这个没听说过小松英树简直是太过分了。是吗？因为他当年也下过中日围棋擂台赛，就是算这个棋怎么说呢，棋力吧，应该是很老资格的一位棋手。没错。这次进入32强的日本棋手有这个小松英树，还有一位就是结成聪，还有一位是高尾生路，我觉得都是重量级的日本的棋手。现在因为这个预选嘛，日本的棋手是很难出现，所以从这个本线就直接是作为种子选手来参加的结成聪和高尾。然后小松英树呢，他是唯一从预选当中打出来的。当然他打出来的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是50岁以上还是40岁以上的那个叫做不能算高年组吧，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有专门的那个小组。那个组打出来。小松英树已经40多岁了。小松英树应该50了吧，今年差不多到50了，我觉得快，反正快50了，至少快50了。我很佩服他们。好，来看一下白棋挂了这个。现在这个对角形布局已经比较少见了，看起来是不过现在没有下成对角形，刚刚黑棋下了这个，白棋直接挂角了，然后再继续又挂了一个。先开始总是可能都还是会下的比较稳一些。很平稳是吧。其实这虽然黑棋先占了个角，但只要白棋靠到3-3的话，和白棋占一个角的怎么说呢，概念是差不太多的。当然黑棋搬完以后有可能这里会有一点黑棋的空，但是毕竟这个形状还是经常，虽然常见，也是算占一个角的这种概念。是的，就是说比起白棋直接占一个角来，这两手棋和这手棋差不多。对，意思就是说差不多的意思。意思是差不多。黑棋断一个现在。然后拆下面。然后对这个棋，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有很多就是比较大的地方吧，比如说这补一个角或者把这个子跑出来也很大。因为这个地方的形状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假如被，当然黑棋有这样的选择，有可能从这边逼过来的选择。这一般被逼过来以后，白棋得顶这个。黑棋进了。然后最普通的话是糊这个。是的。然后这个黑棋要是走在这里的话，这下面的形状呢和这边的配子的那样就是非常的好。所以对于白棋来讲的话呢，这棋是在这里拆一个是比较最普通的一个想法。这样白棋的形状以后顶完了以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啊。是的。
再刮刮那个。刮这个。嗯。二尖高加。对，这个二尖高加，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在这一代的配置，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构思哈？这个构思。这二尖高加是准备待会儿尝出来吗？这个除了尝，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什么下法吗？一般来说就是尝吧，是啊，除非这上面有粘着的时候，比如说下这一类的，其实那是就是说在上面粘着的时候，但一般来说99%的还是要会只有尝这个的，应该是只有尝的哈。但我不知道这怎么说呢？假如想尝这个的，比如说走远一点，把这个字走，这个感觉跟这个立刻开始粘斗的话，怕这个白棋有点苦啊。当然这现在怎么下都是一局棋了，那黑棋选择了，还选择了这个，飞压，白棋冲断了吧？这也是定式，靠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多的，白棋单尝，尝一个是比较多的下法。那这个时候黑棋一般是长吗？一般是长，当然扳的定式都有，但是在这个配子的情况下，黑棋很想就这么长一个。假设白棋这样的话，走这儿。普通是扳一个，这样应该来说黑棋的配子还不错。以后长完了，当然这棋白棋不会死，但感觉白棋走了也没什么劲。对，正好对着人家这已经扳过的地方。就是只能说把黑棋的空破了，白棋并没有什么一个下一步的就打算嘛，就是说。是。所以这个配子感觉稍微的白棋会稍微差一些。他是在选择了打吃。对。就是一手棋，虽然你是多吃一个打吃。我这样一来，它的变化就少多了。这个也是个定式，但是最近很少见这个定式，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呢？这棋？感觉黑棋能虎在上面，对这边白棋有压力，总是觉得黑棋不错。但是看了一下，它实战到反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感觉是黑棋很厚的地方，它再去给你找，怎么说呢？找一些让你。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他一般可能大家一看见这个扳的话，这子又少，被一断，感觉上黑白棋看起来很无力吧？这个是的，他这个可能就是长下去，然后这个时候黑棋有点稍稍的，他有点纠结，他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下。但是如果说长这个的话，是不是这个最狠？这个是最狠。这个被先被拍一下，反正对，先拍一下。然后你打算压他吗？我也不知道。因为就是这一代有可能会有一些借用、就比如说这个子你是要不要的这种，或者说就这么压过来有可能也是一种下法，但是要被长完以后不知道这个子这个时候有没有好棋，因为感觉打这个实在是下不出手，太俗了。对，就不知道这样的棋对黑棋有没有威胁，就是假如能成这样的话，再压过来，这样白棋还可以。对，这样不错，确实。但是比如说这走这个，然后白棋走这个，这个又是靠一个判断，要是这样的话这棋可能就跟着，只要是在这儿。这样不知道这个棋怎么样，但是普通一般黑棋要吃的话都是挡在这儿，挡下去，挡在，只是因为这有笑到它拐的这个味道嘛。没错，你刚才那个地方被拐完了以后，这粘一个也可能是先手了。一般吃是在这儿，这样的话可能白棋就打吃这个。对，吃黑棋接上，然后再缠这个，就这样，就是把这个弃子，就反正黑棋这地方也很厚了嘛，然后这样白棋外面就好下，所以这样的可能白棋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扳，我不知道你看见没看见过这个。我很吃惊，因为又觉得这个定式好像已经告一段落了就下成这样就差不多，以后这个子嘛是长出来还是怎么下？没想到他直接就扳了。长可能太重，这长以后反正被压一个，等于在这局部啊，你看，当然他会走这边了。吃这个，但就是说局部以后他这个子根本就没有走到什么东西，所以这扳肯定是有道理的，但就是说没怎么见过。他缠这个，单长，这个变化很有趣，然后缠这个长出来。他这多了字以后白棋黑棋没有心情往在这儿缠了，所以实战他是断在这个地方。然后再拆个二，反正他
这个籽现在也蒸不掉吧？现在要吃也吃不掉。对，吃的价值也不见得是很大，哦、有可能比如说，当然它现在是打是可以跑的了。对。嗯，就算你吃了，比如说黑芥菜下面这么挑一下，拆拆一个，嗯，也不知道你比如说还不如就在这儿拆过来的，也有可能、嗯、这价值不知道哪个大。嗯，所以白棋就是现在还做活可能最重要。拆二、这个，嗯，这个局部反正这是一个段落吧。嗯，感觉上。是不是都还差不多呀？你觉得？哎，觉得这白棋的位置稍微有点奇怪。对，但是呢，这棋应该这么想，就是这个棋比那个扳的形状呢，这个手数是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走在上面肯定是黑棋好的了。对。但是呢，这个地方少一个长嘛。是。就是这个地方白棋会差很多，这个地方黑棋会好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转换。然后白棋基本上走在这儿呢，这块棋也就安定了。所以就是说，可能是黑棋稍后就是好下一点的局面，但是这个变化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是两分的一个局面。还早得很。对。是。然后他是走在。现在黑棋挂住他。这棋很大，这棋要是脱线的话，被飞。这个受不了。就。痛苦之极，都补哪儿都很难受，所以这期只有硬一个，这期得不能，这得坚定，守住，不然被飞了受不了，在这儿。可能大家也对陈阳业，就是他成名很早啊，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世界比赛当中就有很好的成绩。因为他一早是夺得过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冠军。青少年的，对，那是他，你记得他多大吗？我觉得应该很小很小吧，应该是。我记得太早了，实在是。对，现在真的是中国的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一批一批的，都是，而且陈阳也是当中的非常的优秀的一位棋手。是。这说起来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因为我当年参加段位赛的时候，我就跟他下过棋，而且是跟陈阳业吗？对，我在初段升二段的时候，临门一脚被称之为，结果输给他了。临门一脚，那时候你看他是不是还是真的像个小孩一样？啊，他虽然说看起来像个小孩，但棋可不像个小孩。对对对，这棋肯定就是很厉害了嘛。这你说。还有故事，我也是对小松英树是一个印象很深的棋手。他平常在日本怎么说呢？不像那种拼得很猛的棋手，就是说不能说他不用心吧，但就是说属于就是说怎么说呢？碰到自己特别想下或者想努力的比赛，才会使劲用力去下的那种棋手。然后我也是刚刚打在日本15年前左右初段的时候，打入初段的时候，我跟他在一盘比赛上碰上了。然后他在下棋之前跟我说，他是第一个跟我父亲和我在正式的比赛中对局的日本棋手。意思就是说他在日本的棋手跟我父亲下棋的人不多，就是也不是非常的多，当然我爸也参加过擂台赛以外还有中日对抗赛这些比赛。是的，就在这当中呢，跟父子能下过棋的这个人也很少，所以对我的这个印象很深刻。很深刻。而且他也是当年也是一直是一天一击的这个竞争的对手，所以在日本对他的评价呢，就才华的评价也是很高。对，是的，是的，我记得当年他是很被看好的一位青年选手。现在虽然已经变成了怎么说呢，老年纪比较大了，对不对？说老年，当然怎么？黑棋搬了这个，这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定式。要是虎呢，因为这已经拆过来了，所以就显得稍微重一点，以后可能会被这样走过来。因为白棋有可能现在不就立刻应这个棋，或者走在上面有可能。对。这是速度比较快的一步棋，因为这个力下一步相当的大，所以白棋可能这个是只此一手吧。这个要是被立完了以后，这个再被打入就很难过了。所以玩这个的差，这是一个速度比较快的布局黑棋。对，现在的布局都是要强调速度，尤其是黑棋。不能在控上落后。其实这个，不过这种棋呢，白棋控也挺扎实的，这儿和那儿和那儿，所以这现在肯定这棋真的是很早的一个棋。然后他实战是下的是挂这个。他往里面挂了。挺有个性的。对，这种棋不是想的一般都是
从这边挂。要是我的话，我可能要挂这边我觉得很普通的想法嘛，总是从自己有子的这一边挂过去哈、啊，这里有一个交换，那区别不是很大。那你可以有机会教教他，应该从这个比较广的地方去挂。我也觉得应该，不过可能他觉得这棋、这个地方太厚了。就是说在这片白棋发展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因为一般来讲的话，白棋比如说正常比如说补一个这走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模样嘛，对，但这个厚了以后就是被刮了这个根以后，白棋还会有被攻击的可能性，所以他可能不肯把这个棋走成这种模样的形状，是想把棋打散，就是打得分开一点，这样的话他可能好控制这个双方的控的这个距离吧。我只能说我只是替他说话而已，但我也不知道这这的确很有个性，这的确很窄，因为黑棋刚刚往这儿拆了，是往这里面进去，的确是有一种很有勇气的下法吧，应该说是。原来我听陈阳也跟我讲了，就是也不说跟我讲吧，我经常有的时候带一些带团嘛，他有的时候看一看。比如说日本小棋手的棋，他经常跟我说，一定就是战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就是根打稳，就是一定要站住脚以后，根打稳以后才能战斗。就是还没有打好根基的时候就去战斗，瞎搞的话肯定会出错。这棋我觉得业余棋手肯定大家很多，有的时候还没有打稳就开始战斗的这棋肯定很多。像陈佳他就是非常对，当然他们计算现在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厉害，但是在这棋的棋形的本身呢，都是会把这个。这个基本的打稳了以后才会去战斗。确实，这个我觉得是陈耀烨的一种棋风，但是现在也有比较激进型的棋风吧，他们就喜欢这个棋下得很薄，然后就是冲上去跟人家猛战，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是吗？我只是觉得陈耀烨跟我这么讲的，我很有印象。然后这个上班吧，对，上班的，然后白棋搬起来，这个反正这个要是拆二的话，可能被这样。走过来，这个三三不好点的话，可能白棋觉得比较被动，所以选择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法，让走这个连扳。对，反正你想断就断吧，这个棋总是刚才那个地方也是，你只要断的话就断，反正下的挺有个性的。但那个断完了，的确是有两个子的话，这棋战斗起来，黑棋也不见得就是立刻的。因为这些转换的话，那不怕吧？被打了吃了，这个的确。哎呦，然后你这边再走一个吗？对，补一个，再补一个，然后把这个糊起来了。这个假如以后这个棋是一个死棋的话，那可能这块白棋太大了。所以，黑棋也不大感觉是这么狠，要吃的话，可能也最多就是打在这里。然后这棋可能还打在这里行吗？这样阵子不利的话，对，这就是打一个，然后单长是吗？对，这个阵子行，他先得补，他得补一个，然后他就搬了辅助就行了。搬了，这反正跑了就挡住。等于说想吃也不见得好吃，所以这个看起来他这个白棋很危险，但是黑棋也不敢去断这个。对。他这个靠的连扳显然是成立的。就是虽然也不是多见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下法还是挺有趣的，因为白棋这脚也是活得比较快，这边打了你可以缠这个二，当然这个差价是非常大了。是，这后一点呢，对白棋影响不是非常的大，就是像比如说这样的形状的话，就是非常。但要是这样的话呢，就这要是松一点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白棋选择的还是挺成功的。但是感觉陈耀烨肯定他没有，他不着急，他只要把棋形走正，然后一发力，就是肯定是觉得是在用这种下法来，就是想把白棋打败。对。然后搬上面，这棋要先打就不行了啊！先打再搬，先打再搬就被搬。现在搬的话，假如成这样的话，再打这个就舒服了。这两个交换就便宜很多了，是的，所以白棋也得争这个头，他就单搬这个，然后黑棋单砍，这断以后断就，现在也肯定不会接了这个，只要一什么时候接就什么时候打这个，什么时候虎这个就什么时候断这个，就是把这个形状留给白棋来下，然后白棋在这里整形，所以白棋就干脆不走，白棋走这个被打下也很难受，这个地方也很有趣，
他实战是就直接靠上去了，感觉只主要是可能扛着那边厚吧，一般来讲这个靠是不大会去想，对不起，因为你觉得你这个地方根本就靠不住嘛，你居然是往那里靠，对对对，你是靠不明显人家搬了虎打冲出来了吗？对，就是你说的就是这样，这本来是应该是靠不住的地方，这是这个，然后长你不冲出来了，这个骑行按理来讲一般99%不会有可以有好好结果的，万一这儿走一多一个子，这被冲出来以后这些子全都废了，是，所以这个按理来说这个靠是一个不行不通的棋，但是他是在想搬的时候他断打了，断吃这个，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下法，就是说假设他接上，接上、嗯、然后再走成断这个，然后挖吃，嗯，然后再打吃这个吧，打吃我是提了还是缠上一样的，其实、啊、差不多就算随便走一个他就把这个这样滚包、嗯、这样的话基本上这棋死到其实白棋还不至于死，但是就算胡留这个再被一粘的话、嗯、这一团就是非常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他就是这个打有这个他这个气紧的关系，所以就把这个靠就怎么说呢，他就靠上去了、但是他又不肯单断这个，断断了他就把这个要先断掉肯定很简单了，他就粘上，但是这个他本来有可能还是从这边打的可能性，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不想走，一直到最怎么说呢，白棋最犹豫的时候再去走，但是这棋呢不要是被靠住，白棋也太难受了，所以白棋肯定是这样反击，然后他断这个白棋所以就没法接了、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打吃也是一个必然之手，当然接可能也是一种下法，但是能吃的总是先想把它吃掉嘛，心情而言总是想挖吃出，然后就变成一个又是这个一个有趣的一个变化，踢掉，然后这打一个是算白的，因为这个子肯定接不上了嘛，就把这个子踢掉。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转换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呢？直观看的话，觉得白棋还不错，因为觉得好像这地方这挖吃出来，外面这黑棋这个形状实在是，是对这个形状的确插了一手棋的感觉。但是可能就是黑棋就是觉得先开始的这个长是一个伟大的长，白棋把棋子往这边走再后，这边的棋没有多大潜力，这可能是这样的判断吧。而且这个棋形呢，按理来说这还差一手棋的，就是提一，这提还是有价值，因为以后什么时候长出来的话还是有味道嘛，是的，比如说白棋打掉这个以后提掉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下法，因为你比如说飞这个这33还是有的话，是白棋，那就不知道打这个的时候被打一下挺麻的，这个地方你是接还是不接，也是接不接，就是你要是不接的话这个接这边的空就以后要亏很多、所以心情上肯定是想接在这里，但是接在这里呢就是以后你点三的时候这个就会留啊、比如说冲断，假设以后不管是飞活还是点活也好，就这一旦有子的以后这就有可能会留着一个冲断，是这个就是让白棋比如说在这个还没有走之前来打吃，你是应手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往哪儿应你要是算了的话就觉得太亏空了就觉得，但是接上的话这留个断，这个形势一旦黑棋厚的话被断开的话这再想去做活，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确棋形不知道白棋应该是怎么下，他实战选择就没有补这手棋就直接打下去、这也是当然可以考虑的，对，可以去搬一个然后点三三的意图就是说要是单搬的话其实接上这棋就没什么棋了，没有棋了吧、应该假如立一个可能以后还有一些关子，有点味道、但是这白棋这个地方的味道也相当的差、就是以后这个子跑出来所以你不提总是留有隐患的、对，就是这些不冲的话没法看对吧，但你肯定得冲了，这不用看了，但这就也是就是意思就是留一个断了、这地方也有个断、当然这现在不见得成立，但是这个形状就是白棋还是差一个提，所以他是先点上的，想假这当然一厢情愿了，假如你接或者是挡的话他再挡这个啊，就便宜了，所以这是不太可能，这是不可能接受的一步棋，然后立下来、这个感觉活脚飞一个的确很舒服，但是
接上。嗯，这个时候可能陈佳毅的判断非常的好，他实战就立刻把刚才说的手段就实行了，现在就打吃，先打吃了。先考验你一下，你这两个词要不要啊？现在可能他也只有要吧，因为他这一下都还没打着呢。刚才要能打着呢，还可以考虑接上就拔掉。但是这个拔通了以后，这地方一跳就渡过了。是。所以这有个渡过的话，这黑棋上面的子也不怕的话，白棋也不肯。所以现在白棋也只有接在这里。所以陈佳毅他这个地方就直接跟你现在开接。而且这是紧着气，白棋也只有打这个劫，这个地方可能是就是一下子就把白棋冲击的很弹，感觉这个劫毕竟白棋重啊，不敢硬这个劫，而且提靠这个，看起来好像陈耀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这一手。你这就是他像刚才我讲的，他把自己的棋形先走好，然后沉重的一击就给了白棋，然后现在这个棋就是白棋不能输嘛，他提了一个，然后这个脚就等于这样白白的死了。这个感觉，这个黑棋的这个怎么说呢？收获是相当的大，对啊，这个而且是立在这吃的，这空。感觉现在实控肯定是黑棋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因为这跟黑棋直接他去自补一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点了一个跟他交换，然后这个飞了一个跟他交换，你本来外面可以搬的这都没了。对，就是就是这他亏了一点嘛，就稍微就走了点单关，但是这是一个冲击的效果，所以这还能提你一下。对，其实白棋普通的情况下就接一个是最普通的，现在因为这接很大，这被提一下粘上就要走一个单关的话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可能现在局势白棋觉得空不大过吧，他就是抢了一个大的关子，他实在没心情接那个。接这个有点，但是这个提一个，因为这提完了以后有可能这棋长过来以后这棋还没有演啊，这棋白棋就是说黑棋内部其实很自然的棋，有可能成下面的模样，然后这块整体呢就是还没一个具体的演的话，这一圈可能白棋损失是惨重，所以陈佳毅这地方判断的可能是非常好，没错，这下来以后应该算是黑棋现在明显的应该有了一定的优势。然后打入这个本身打八就很大，这也差不多吧，应该这样子。然后黑棋就走后把这棋争掉，这个、等于也算是一个争子。他是引征了是吧，引征了，当然这个打拔的价值说不知道它是几十目吧，反正就是厚这个局。要说从空的角度来讲，可能这地方逼一个什么的，或者说上面走一个什么的都可能空，上面倒是不好走，逼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大棋，也会看这个长嘛。对，但是他这个走后有他自己就没有后患了，这样的话是踢掉，然后白棋是断吃这个。这招棋反正是按理来讲从空的角度肯定是这个现在这个差二最大。不，全盘已经只剩下这一个大长，这上面因为觉得不太好走棋，对，上面可能价值也不是很大吧，对，等于是双方都成不了很大的空。黑棋走的时候可能也就一步一步搬一个，打完了跳一个，就是差二个二。是的，白棋可能也就最多吃也吃到这儿，实在吃不了还能搬一个也就差不多了，搬在底下是吧。不，所以这个地方价值不大嘛，现在可能还不如这边挑这个，打这比较实惠。这个其实这步棋肯定是一个大场，但是肯定是这样下的话，白棋觉得没有什么机会，就是说不太好。形势可能这个地方黑棋赚的太多了。他这个段就是已经是就属于就是不要控了，就是剩下的就是不管你明白厚不厚，反正是留一些攻击的棋来给你怎么说呢？在后半盘再慢慢下是吧？因为觉得自己形势不利，照常规的下法，他可能难以争胜。对，可能比如说盘面十目就已经很稳的话，然后当然黑棋抢到了最后这个 B。这样的话时空黑棋又抓了一大把。这个跑出来。现在白棋就不要失控了，就看着你哪比如说薄，你这两个子能不能给你分段，然后或者通过攻击能不能把这个稍微吃大一点什么的。是的，就是现在白棋只有这种方法去争胜，管身你尝这个很狠，这个就说明黑棋还得瞄着白棋他觉得这个子我要尝出来是攻击你的。当初白棋断打这个子的意思好像有点
挑衅的意思，看你敢不敢尝。现在对对对，黑棋现在是多了个跳，以后就尝起来。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尝有没有必要，因为当然通过攻击能够把自己吓好，但尝就这个可能，因为这个两个字也还算有点薄吧。嗯，这实际上它下到这个点的这个位置，让黑棋也很难受啊，被点着一下。就假如能赢的话，就假设嘛，假如能赢就不在这儿，这棋就简简单单的，就比如说你要是就提的话，我就比如说简单的把这个补回来，这棋就盘面十目以上的优势的话，可能这样下是最简明的，但是肯定是觉得这样应该随着黑点还那边有后势不怕，所以把这个跑出来。对，那个被点一下总觉得心情上难受哈，要往这里面接的话稍稍的有点危险吧，感觉就是说，比如说这推几下是先手的话，假如白棋去断这块黑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怎么去断它吧，稍稍有一点悬念，就是说有点混乱了稍微。我是在跑这个，这武器也是一个很顽强的一张棋。其实这个子其实也是立刻被吃不掉吧，这个打是这是正子吗？不是正子吧，正不掉。现在本来倒是挺想先从这边看能不能断它，要是从最白棋的角度来讲，可能先把那边这两个子给它断开是吧，这样的话就会混乱了，所以白棋现在形势肯定是不大好。对啊，现在成这个要想办法把局势搅乱是吧，搅这个，这是一个行的这个怎么说呢，要点。反正黑棋只要不死棋，现在应该是形势反正控肯定是不会差的一个局面。白棋小飞一个，试图把这两块棋给连上。然后呢，这白棋这种后势呢，现在目前看不出来什么控，但是以后比如说这种打入或者这里面去战斗的时候，都给黑棋留下了一些就是看不清的地方，所以这种棋呢，就先也是先把自己棋走后，然后再去搞对方的一种下法。然后黑棋把这个搬先走掉，这个是黑棋的权利。吃，接上。然后他是就把这个连好。跳回来。跳回来。这个地方先联络没有连好。就是假设最简单，刺一下这个。这个这样的话其实就断了，而且这块棋也有点。不太干净。对，不看这个劫吧，就光看这儿的话，被点一下的话，这种味道挺。这个黑棋总是不愿意被断的。这连上，这肯定是需要一手棋的。然后白棋跳这个。现在白棋慢慢啊，他现在是在瞄着中间了。是。他这个，因为你打下去也很大呀，你很有可能想尝一个或者飞一个这一类的。他这样的话，以后就是真的是有可能就从这些地方来攻击这几个字了。虽然你那拔了一个，但是这棋攻击到一定程度，再被一拐的话，其实这块棋也不是完整的活棋。所以我觉得这个下到后半盘的时候，中央的后包真的是很重要。对，这盘棋我觉得后面的结果可能就要看中央这一带到底是谁厚，谁薄的问题。因为现在从控了上来说呢，应该是黑棋比较领先。但是呢，有可能中央的薄位一旦体现出来的话，你四处都会对，就像陈阳一开始他这个一出手是得力一样，他是白棋一出手得力的话，有可能形势一下就逆转，是的。点的然后他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部很妙的棋啊，就是说下在这儿是吧，因为这个尖出完了对白棋没有任何的威胁，所以就是说稍微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这部棋比较松吧。但是呢它这也是一个形状，等于是这个子和这个子的一个形状像步、你要是想点在中间的话，这再它冲出去的话在这儿这棋就算能吃几个废子可能也没什么用，而且这块大龙都有可能危险，他这个不行，你要想挡下去呢他就挡这边，就是他把这棋走后你也没长多少空。所以他这步棋判断的是非常的可能清楚吧，就是只要把中间的后包就像你刚才说的不要走坏以外，他就不用再去捞这种空，而是就保持一个平衡，把中间的后包，而且这个形状让白棋也不好下，是那白棋不太好走。这地方你想冲断它或者怎么样，只能吃一两个，或者只能这么冲吧，他就退一个就完了，他就退一个怎么说呢，
你冲还是有的冲，但是这个又不可能断上来，对，这个断被人冲出来，对，被冲出来这形状不好，然后断这个呢也等于正好可以冲在这边，嗯，它这个等于压一个没什么用，是的，所以这个形状被一走完以后白棋就不好出手了，所以这部棋可能是一部有点让你不说的话现在不知道往哪儿下，但被摆完了以后也白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这个棋挺有趣的，应该这我觉得是一部好棋，下挺好的，还是走在这儿，然后白棋点这个，现在白棋是想搞什么的呢，他是想把这个棋搞得厚一点，然后打入这个，打进去，这个打入要是成立的话呢，这个空虽然说黑棋在脚上转了很多，但慢慢的就会接近，因为这个白棋你说除了这个地方转换稍微亏了以外，他走的空全部都走在空上面，所以这个一旦成功，黑棋要不敢尖出来作战的话，怎么说呢，那这个空就不见得了，对，就不见得了，就是比如说我打入你只能吃这一个子，然后我把这个子吃了很大的话，那这个子就死在里面的话，这棋就不知道谁好了，所以在当然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局面比较复杂的时候，黑棋也下得很狠，他就没有去接这个，这个地方被冲其实这个子就基本上死了，他是反击地方的这个反穿你，那不走这个的，其实穿一个，白棋就打一个就算了。对，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因为你越走的多的话，以后你打入越严厉，所以黑棋也不可能先走。但是白棋先走了一个，再被穿过来的话，他就不可能再走这个。那你这个穿子就白穿了。对，白穿了。所以就他就白棋和黑就下出一个气势，双方就一直这么冲下去。冲啊！这气很有趣，就比这个气势，两个人都这么冲下去。挡下来。这个就看谁冲的把对方冲的惨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挺混乱的，这说实话。他没有，他先顶了一下，他先顶一个，就把黑棋先断开，把棋黑棋接着从这儿冲，还要冲断它，对，再冲这个，再冲，这个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是你要不走的话这一挡，就等于是这个扳有的话就黑棋就连上了，但你要补这边呢，比如说随便补一个，补那个，补这个被扳出去了嘛，补这个的话这又随时留一个跳，这就是白棋已经是封不住这个黑棋了，是的，这个因为冲断不了嘛，或者说你假如想这么尖一个也不行，尖一个也不冲出去，这个实在这个形状是没法断黑棋的，等于是，是的，所以说他冲的时候白棋就转身冲到这边，就是黑棋扳一个，白棋管这个很混乱，这个棋怎么说呢，这个师德就是说感觉黑棋下的呢也稍稍的有点危险，因为黑棋现在他们在空上没有便宜，白棋这毕竟多两个子，这空还多了一点，然后这个战斗呢到底谁会怎么样呢，现在还是说不清的，现在他跳出来是可以，但是白棋也可以吃掉这一个黑子，对吧，是他就是跳出来的，所以现在这棋属于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但是白棋现在假如立刻去吃这个子的话，可能他这个中央是不是会出点问题，这个搬这个被分断了是吧，对，这几颗子可能他即使能比如说这样能连不上，就看着底下这个拐还得把这个先扳掉才能连得回去，你是说这样的话可以点在这儿，然后假如这有个子的话，这得先走掉，这个已经很损，这不能乱走，假如能走掉的话这样就可以连上是吧，对，但是这个等于这儿要是有个先手的话，那这块棋不知道就基本上所以白棋虽然现在而且这走完了之后黑棋中间以后一冲过去把这个子一割下来，中间会长起很多木，但是很复杂呀，跳在这儿的时候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所以白棋想先手把这个断点除掉，就是威胁这块黑棋，这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棋啊很混乱，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什么状况，因为这个战斗还看不清楚这个黑白谁是在谁攻谁，就是白棋要卖这个的话肯定这白棋这本的就基本上就废了嘛，对，那个，但是白棋以后万一从里面拐了然后再接上再攻这块棋的话，那这以后一逼着又是一块白空的话，那又相差好几十目，所以现在我觉得这盘棋战斗的显示了怎么说呢，双方呢其实盘棋我觉得很混乱，就是小松英寿也虽然年纪比较大一点了吧，但是给陈阳也带来了一些的威胁，就是这个，对，是的，
然后还得断想，这个是便宜的。什么叫便宜呢？就是提的话以后一打一虎就活了，嗯，而且还不愿意要立下去，嗯，因为这个子要是简单被吃的话，这一块整块是就这里就没有眼了，所以这块还有威胁的话，他要跟这块黑棋纠缠，你要立下去。然后黑棋走完这个以后，便宜了以后就这加了一手，把这个立下来，嗯，这个很狠，这个基本上就把这个几乎就吃掉了吧。就是说你接上的话，我这留一个度的话，这个嗯，跑这个子不见得好，没什么意义，还不见得以后就拐掉这个算了呢。所以就看一下他这个地方加了一手以后，白棋是踢接，啊，挤了一个。这棋白棋的棋形也有点不好，因为这毕竟有个扳机这一类的，就是感觉黑棋这其实有先手的味道，然后再踢这个，现在是找劫材，挤了一下，嗯，这个劫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劫打赢打输，就是关系到就是黑棋愿不愿意往里面补，要是比如说往里面补的话，这棋就有危险。黑棋是希望提的时候白棋补在这儿，对，那这是黑棋的肯定希望是这样，这样就一手棋就可以活了，白棋是希望你把这个补回来，我再继续给你，或者说这种刺啊黑棋应不了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劫他们争的呢，其实双方也都不会退让，嗯，这个劫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劫。对，是的，他这个挤呢看起来就是说因为他把这个挡的先手给已经卖掉了，他本来打一个脚上局部是可以没有活棋，我还以为他有活棋，挡也可能是有一些官子，也就是挡应该对对，反正这肯定是亏空的嘛，以后各种情况。你说的就是比如说要是搬这个，当然这先不说下面了，走在这里的时候可以有，他可以挤一个，可以挤这个是吗？对，他可以挤吗？可以，就是走这个。就是假如接的话吧，假如接的话，他就打劫了，断这个踢这个，嗯，打吃这个，这样就可以出一个棋，嗯，当然那个棋得打了以后才有可能的关子，可能稍损一点目，但是，因为他这个棋跟上面这个团吃先手也有关系，就差不太多。现在白棋只要能把这劫打赢的话，这点小损的话，对于白棋来说可能就不在乎了。先把这点给这个劫成住，现在是很重要的。对，然后踢这个。把黑棋算让了点步，把这个挡住，就是这个棋绝对不能死。然后你这种情况下呢，白棋也不好意思立刻就在这儿开局，因为这输了的话，断上去这一手棋就亏在里面了。对，所以就是现在先下这边，挡住，顶这个，这顶是怕他挤了冲过来是吧？好像是这个意思吧。但不知道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顶感觉这个形状还是也没补干净，嗯，不就是这不先生的话，这白棋好像没得着什么嘛，就是说不知道还是要靠这个，待会要靠这个拐才先手才行，如果你不拐这一下，人家还是有几段，你冲过来之后冲到人家街上，你就走这儿来不及了，就冲过来了，这时候你是在说比如说这样然后冲这个接上，接这个，再冲，这次接住，那就只有补这边。对他，所以他一定要先拐掉这一下。然后你就是把，就是说把这个冲了，然后就从这边就可以冲了。对，这就还是味道，形状还是怪怪的，等于补的不是很干净哈。顶一个不知道。这个棋的好坏，当然这个咱们没有去对棋者的这种心理状况。反正这个地方的死活现在是很重要，就是假如说这个地方你打的时候这个劫啊，假如就算是这样的话，这样活是可以活，那很幸福，这个白棋很幸福，假如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的话就算这块棋死了，白棋就挡一挡这个棋空，也不见得白棋会输，因为这个地方这黑棋对空亏，这人跑不过去，挺有趣的。这次想传过去被冲一扑，是一个那个叫做这叫什么？接不归。所以呢，这棋肯定这劫还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的。所以黑白棋肯定是想把棋形下后，是然后再去打这个劫。所以黑棋呢就肯定不想输这个劫了，就是。
就白棋呢，如果说我因为他现在顶了一个，如果能逼黑棋往回补回去，他觉得也还可以满意，哦、还可以接受。这棋他的顶还有用意，他这地方有个段，他就有段是吗？有个段是吗？断这个，然后冲过来。冲过来，嗯，这样。就是说你冲完了以后，这个地方可以下成一个。这样被走的话，黑棋肯定还是难受。这样被穿过来的话，嗯，哦，所以他是顶着是等于是一个先手。哦，他还是有一些用意、嗯。有一个先手，但是这个先手呢，非常的亏。这个先手跟黑棋这个交换完了以后呢，这下面的棋几乎就死定了，等于这几个字。他双在这儿。嗯，双在这儿就等于。嗯，白棋现在立刻又这个劫又不敢打，我不知道现在这打一个劫，这个劫谁好啊？对，他是不是觉得没有劫财啊，所以他没有敢打？对，那肯定是因为可能黑棋有本身劫在这里、哦、然后白棋劫才只有在这做，但是这个病呢只最多冲一个劫，其他的劫可能也不多，他现在全盘真的没什么好的劫财。如果有劫财了，肯定他肯定就断上去了、哦、这个要打成刚才的那样的时候啊，可能空就接近了、啊、那好多了、嗯、这一下差好多目出去了。跳啊、嗯、跳这个，这题就是说、嗯、一般要是冲的话就搬了这个，嗯，然后有可能冲吧，但是也、嗯、这样也有可能白棋有可能贴或者有可能接上，嗯，就是先把这棋走后了以后，这有可能就瞄这个打劫了。这个时候黑棋又是一个很严厉的反击啊，我一般想不到吧，往这跳的时候往那跳的特别凶悍、嗯、往这点一个、嗯、他点刺这个，然后没有什么扭扭捏捏的，他直接就可以打下去。对对对对，这个基本来说这种下法特别少见。对，怎么说呢，业余棋手最好是不要去学习的，因为太俗了。但是呢，他就是靠这个提的后势来下，完了以后呢让白棋，一般来说你说拐一个，从形状来讲啊，对，这是一个黑棋很不能接受的一个形状。但是现在这实战来看呢，怎么说呢，这棋要吃掉的话又太大了，白棋又没法接受了。所以就是说这只要成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又是一个一拳吧，等于是这个厉害。嗯，就下载的时候立刻被这样反击、嗯、就有可能会有的时候会稍微忽略吧这个棋。对，嗯，因为他现在是招法呢是成立的，首先可以这样肯定、嗯、你拐一个不行，你比如说你靠一个，人家可以给你先立一下，他底下有个扳过，嗯，这个你也比较实战是就是他就是靠的靠这个啊，他就立下去了、嗯、这个就是说嗯，立一个是很狠了，嗯，比如说冲一个他再立是吗，断一个没有，就这样打吃其实也是简单的下法、啊、但是白棋就可以扳一个，对，把这个字都行吧，就搬一下，嗯，然后再把这个搬过、嗯、这个地方等于是打吃的先手，黑棋挡不下去，对，所以这样的话呢虽然也算是有一点小战果吧、嗯、但这边黑棋亏了，所以就这边虽然得一点，这边亏的话黑棋肯定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嗯、他还是要就是坚定的把这棋立下去。对，他是要求把你的根全给去掉，然后让你飘在上面、嗯，然后再冲一个，这个够狠的、嗯、下的，然后再剁，这个真的是很狠呐、啊，这个。我不知道这时候白棋是不是可以先冲一下，冲这个是吗？嗯，这个非常有想冲的心情。冲这个他也只能挡吧，他不能挡吗？难道他不挡还能下什么呀？可能只有他断了，不是被他立下去了吗？嗯，如果挡，你再走这个吗？不知道呀，对，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白棋会好一点，因为这个断的时候只要能打一下的话，这个地方嗯，反正白棋是三下都是先手，一二三都是先手，对，只要先把这个断了、啊、肯定这棋是活棋，对，就是这样会不会控会好一点，然后待会把这个底下做活就行了，比如说把这个立掉，嗯，接上这样再再飞一个吧、嗯、这样肯定是活棋，所以要是能冲的话我觉得还是冲一下比较好，实战白棋没有冲着，但这个时候是没关系是吧，他觉得冲不着吗，这不冲为什么不冲呢，很奇怪，我也在想啊，有没有什么怕人家什么招法是吧，觉得我是看不出来的。你看也是我也不看不出来，因为你断我就立下去嘛，我不是走那儿的，嗯，因为你断我后面再打到那儿去，
对，应该冲是冲得着的，他可能觉得有一个段不便宜吧，啊，但他实战走在这里被黑棋接住，这个失控又是差多了，失控又捞了很多，这因为是先手白棋，只有不走的话被断死了，他只有补一个，嗯，这样下的话可能失控是肯定是黑棋又是又亏了一些，白棋亏了一些，对，所以黑棋只要是跳这个现在，嗯，把这个吃好，嗯，现在白棋就是说只能说靠这个他可能现在就是光打拔还不够了，现在可能是因为这边又亏了，对，他这个地方空又亏，光打拔就算先手都不见得可能这形势会有好转，所以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搬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假如算没有劫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局部这一搬，但是黑棋是已经活不了的一个形状，局部已经，你是说他进死了吗？那得看这是硬的还是就是软的，就是说，比如说走这个吧。对，挡住。挡住。挡住，他是走什么的呢？你要点进去吗？还是怎么想？点哪个？点这个吗？点这个。这个劫都算黑的，就全部都算白棋打赢吧。对，就是说，这一次一次提都不算，都算白棋，都算是白棋能撑住。当然有可能变成打成双劫，也不是不可能。走成这样，然后再走成这样。假如这个劫是白棋绝对能赢的情况下，他有可能就。他弯进去。就弯进去，因为提这两个是先手就不行，只有弯进去，然后。黑棋反正是不管走什么另一个就把这个三个子是肯定吃掉的，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再把这个眼破了的话，对，但是呢这个很有可能走成双节的形状，因为黑棋这种都是带响的题，是，所以这些题就是白棋要撑住，然后这边的节也要撑住，几乎按理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或者他这个打吃的他打完之后有没有可能，我知道这个下吃完了以后这个死活会不会好一点，比刚才就是这样的话只要打赢一次劫，这个题就没有关系了，等于是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打这个看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可以成立，打这个好像也不太行，他跟胡打不清了，这个也没有看清楚。让他踢这个。我说被长，要不被打。这个长完粘上是这个。拐一个是吧？拐一个他要，还是个结，反正总是个结了。这结是不是感觉好一点？就觉得不用撑那么多道。我可能就。把这个断打只要能打着，就当这样打着这一下以后，局部这样去拐打这个，这样就行了。这样他这个局部就没有眼了。是的。所以就是说，只要撑住这一个劫，这棋黑棋就死了。所以这白棋就是说，先把这黑棋的眼位缩小以后，就是肯定要跟，肯定不是断吃这个了，但是反正也是要打劫的嘛，对对，就是要去杀这块。是，但按理来说有这么多先本身结合先手的话，白棋是很难成立这个杀法的，但是现在白棋的形势呢就是空已经不够了，只有用这个最后这种下法来拼命翻一个，是吧？黑棋反正是不提白不提的，反正就这么先提一下，先提这个接着你搜回去，我什么时候就这棋就赢了，然后他跳了一个在这儿，没有，他搬这之前先这个地方交换了，对不起，这个地方他这个地方先，走，这是一个黑棋很不好，就是可以唯一，刚才我就一直在说可以分段黑棋一个冲击的地点，但是现在走呢有可能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好棋下，就一般来说这个搬可能是最严厉的一步棋，搬段，现在搬不知道黑棋是断啊，或许他就这么缠过来也有可能，因为这块白棋整体还没有活劲，局部上接这个是很严厉对这边，但是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这块棋就要被杀的，于是把这个拐掉完了以后，白棋走这儿，对，假如能实在就是这样断开的话，这块白棋也相当危险啊，这个，所以白棋也可能从这儿不能轻易动，而且有可能就真的反正就往严厉破的话，这块棋要死的话，这棋就下完了，对。
虽然白黑棋有点薄，但是白棋自己这点也很薄。然后呢，把棋又再看，想着打了一个劫，所以这个思想肯定是现在是一个。因为这个局面本身这个头绪就很多，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中间这里一时半会儿动手呢他又不成立，他也不知道这个头绪到底应该从哪里找。但是可以现在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判断的就是白棋还是很苦，就是打这个虽然有这个大龙呢是有一点劫的味道，但是这个白棋的形状和这个自己的薄位，黑棋的棋还是扎实，所以认识这个就是白棋不好去就是翻盘，就是怎么去搅棋是的，黑棋一步一步的这空就是会往上涨的，所以他跳步我觉得实在是有点松吧，不管怎么说也得拼一次命吧，就是这么搬。因为这个跳是不可能是先手，人家不会应你的，这是局部，因为比如说以后白棋就算接上了以后、这随便被搬冲都是是的，就算顶在这里这棋一断这棋还是通 的。所以这个跳呢，然后这个地方又没有完全做好眼子，感觉这个跳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对白棋来讲肯定是败招吧、这个棋一下子这一跳感觉这棋就不行了是吧，没看出白棋有什么好，其实啊是这棋等于黑棋现在在加了一手，就把这个刚才说的是那个打劫活的棋现在彻底活了已经。不过黑棋刚才就是这个形状的时候，不知道黑棋局部可不可以就是让一点，就是找一个活棋的方法、这个就是得就是找一个比如说糊一个，然后好像一手活不干净，我觉得他不知道这样这你就藏进来是不是，对是的，就还是要打劫一下，反正是要打劫的。我这些反正不太好活，觉得也是不太好活。反正但是但是反正这个两边刚才就算挡住，两边棋要撑住白棋也很困难。现在白棋走这个劫材，黑棋就把这个棋活着，基本上这棋，然后白棋是提了一个对吧？是的，提了。白棋走本身劫。这个有点难受，因为本来就有一个极端，然后再加上这儿跳了一个之后呢，他如果想断人家，他想从这儿挡断人家的话，这个拐就拐不着了。如果这个拐拐不着，人家就可以从这儿把你这个拐断了。对，反正而且这个又是顺便的劫材嘛，就打了这个劫的时候，这时候白棋就是很难处理这个局面，比较困难。实际上他就挡这个，他是想黑棋应一个，随便应一个，然后把这个走完了以后。比如说接在这儿吧，先说接在这儿补这个段的话，他可能就想从这里接出去，这样的话可能是有点头绪，黑棋这样冲段的时候他挡住了，对吧，就可以从那儿冲出去，这样的话黑棋可能这个就是叫翻盘了，就这个地方这地方被白棋出棋就很麻烦。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棋他黑棋会不会就把这个气紧住啊，气这个紧住，然后同样把这个都全部走掉以后再冲。反正你要接这儿吗？不知道能不能接在这儿、这个棋白棋反正接贴都断了以后，反正白棋也都挺危险的，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样怎么样、但是总之来讲黑棋他就现在假如不去走这个把这个上面连上，实际上是它上面连上，白棋可能光靠这个断的这个官子啊，它这地方现在亏了，对，很多很多，这以后全部被先手吃掉，肯定是没法下了，所以这棋它现在可能光这个断，现在白棋也是不够了，所以它又接回去了。但感觉肯定是，我觉得有读秒的关系吧。是，这个肯定是思路稍微有点混乱。混乱，这边也没走着东西，然后现在接这个，黑棋是。黑棋爬到底下了，这个很挺狠的，这个现在有这儿，这样的。等于他接一开始就可以接的，他先走一个挡，跟你交换了一个，然后再去接，被黑棋脱先了，等于是。他这下面就那就这个就不用数控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然后到现在呢又去搬这个又更混乱了这个要搬的话还不如刚开始就有劫的时候去搬的话，先搬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有可能那个当然不能说白棋有机会吧，但是至少黑棋还有点看不清的状况。那现在搬了这棋，黑棋控已经赢的是很多很多了，现在只要是不死棋就可以，就是不用往这边也不用往里面藏了，现在
白棋长，这个其实刚才打劫的时候，白棋不是可以把这个做劫材吗？对，我就觉得刚才这么下是最对于白棋来讲最乱的一个局面吧。但是刚才扳的话，可能就长这个了，就是那样。是。怎么说呢？这下面也没有接下，他可能担心这一块棋。现在黑棋根本就不用去拼命了，因为这白棋多了个子嘛。嗯，然后他吃这个，这个白棋用了反正很大的力气，总算把黑棋是断开了。但是这个圆是先手，然后这一并，这两块已经连上了，是的，已经断不开了，等于是。嗯，那黑棋已经很厚了。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先手眼，对，就是白棋想杀那块棋呢，也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且这并完以后，这白棋还往回补回去，这个实在是有点惨。这个地方，这个可能到后半盘，这个可能是精力也不充沛的感觉。尤其局面很复杂的时候，他又找不到头绪，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到底应该攻击哪块，这就不好下。但是下了一圈以后，白棋就出了这个跳，走完了以后，被黑棋这两块连上了，这空亏了很多，然后这块棋也活了，就是实在是就是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然后我可以把这个断了。掉，但是白棋先这样就活进了。现在就刚才就说的一样，就只要不死棋就赢，然后白棋断一个，可能这时候形势已经差距很大，然后黑棋再走一步的时候，白棋就认输了。因为这个局部啊，可能虎一个什么的，黑棋也不见得去吃，但就这个局部白棋已经很危险了。那因为现在只能看到的是两个后手眼，你只能做出一个。那么还有一个眼在哪儿呢？不知道。然后这儿呢，他还没吃掉呢，人家一尝这。不，以后人家可能，比如说，就算接什么，他不去吃它，这有个先手，他有可能吃到里面去了，人就搬到吃到里面去的。所以这个棋呢，下到这里呢，就是相当于就认输了。其实我觉得这盘棋其实，有一定的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对对。就是一开始这个布局就很怎么说呢，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布局，一个那个定式，然后这又开始转换。当然就是陈翔也第一招从这个打了冲以后，一直就是吃这个脚以后，一直实力保持领先，就这个局面。是的。但是其实小松医生也相当下的相当顽强，就是在这个后半盘的情况下，这在有打劫的情况下呢，局面或许还会有一些混乱的吧。对，是。但是还是可惜他现在也是没有顶住，也顶不住。而且陈翔也算的也真的是就是很巧妙，很就是下得很稳，很稳，自己肯定判断得很清楚。是的。所以作为黑棋来讲，就是肯定是可以算是一盘完胜吧，就是一完胜。对，所以白棋来讲呢，就是或许要是下得再顽强一些，或者这种就是说再下得混乱一些的话，可能或许还有更多一点的机会。所以作为可以说小松老师也算很努力的下这盘棋了，但是还是得看陈耀烨下的一盘棋下的还是非常好。没错。那么这个小组呢是这样，就是陈耀烨两胜已经出现了。那么小松英树呢是昨天是战胜了一位美籍的选手，也就是说现在是一胜一败，最后一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李世石，他们两个人的胜者将会出现，进入到16强。那么我们呢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继续为您讲解另外一盘精彩的对局。